据媒体报道，7月19日，古天乐出席某护肤品牌发布会，他一身纯白西装，儒雅绅士。对于一向崇尚古铜肤色的古天乐，大家都对他皮肤颜色问题很感兴趣。他还表示，身上在拍摄的时候会有很大烦恼，有时候角色需要会让我变白一点，而且拍摄灯光的时候会需要更长的时间，差不多是人家两倍，很热。工作繁重的他还自曝全靠母亲的汤水滋润皮肤，而且平时会少吃煎炸食物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